花火浆是呀，简单，只要有滴水冰莲就 OK。What？ 这都一些什么植物呀？惨不忍睹，虽然有生菜，但没有大招，用路灯花吓吓他们。嗯，别闹好吗？原来还在上个寂寞。一不留神就来了这么多僵尸啊 ！Oh no！ 上路的花火都要偷家了。不管，中间坚果炸，再来个热辣海酒。没什么很大用处，还得抗爆炸坚果。六六六，章鱼僵尸来喽！不是吧，亚斯小蛙的最后一根稻草，章鱼